大家收睇赛前嘅准备功夫咧就做得差唔多噶啦，天色咧就非常之好啊，万里无云，令到大家咧就加倍期待呢一场波嘅来临。喺啲咁嘅好天气之下睇波，本身都系一件乐事啦。无论系规模定还是历史，呢一个球场都有晒。嚟啦！传个波入嚟，呢个高波唔系好到位喎。坚达神向前传出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特利比亚一脚解围，马勒多纳。拉舒福特呢个直线靓啊，位数空咗，而家点啊？边个最后垫波呢？球精嘅潘龙门球，个笼呢一球啊踢得曳啦，即刻俾翻个波人哋都有嘅。夏萨特好起跳啦，旁精嘅潘越位。呢、這個波有排拗啦，球證就話越位。夏薩特，睇下喺右邊可以搞到啲咩出嚟啦。話個波唔離腳嘅。弹出底线，角球嚟嘅。马勒多纳开俾近嗰、那个，碧咸射啦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。华美伦。坚达神、碧咸、洛迪古斯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试下压埋去啦，俾中个膊头啊！艾巴踢走个波，太大力啦！龙门攞到，马勒多纳、碧咸、特利比亚、洛迪古斯、夏萨特。碧咸喂脚直线，嗱，俾你攻多次，入咗波，喺重要时刻入咗重要一球，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拣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理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，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错啊，传得解围做得唔错，个波而家喺夏萨特度，位数球证吹鸡，咁啊话上半场完咯噃。头45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程系精彩噶。我谂佢哋都应该咧几满意上半场嘅表现同埋个比数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维持住嘅气势去到完场啦。
哇！上半場踢到咁咧，真係講都冇人信啊！相當期待下半場啊！兩隊開始下半場嘅賽事啦。喺領先1-0嘅情況之下，佢哋可能會踢得保守啲噶啦，未必會太過積極上前啊！睇下佢哋點踢啦嚇。軒達臣直接長傳，截得好。洛迪古斯、马勒当拿、马勒当拿、韦素，个波而家喺下，有机会入波，射佢。OK 啊，都值得试下嘅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球波入唔紧嘅，争少少。达神、洛迪古斯、马勒当拿、马勒当拿踢埋上去，特利比亚拉弓入波，领先两球送晒啦。咁樣同邀請佢去起腳咧係冇分別㗎。嗱，完全唔明咧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嘅，簡直係明知故犯。而家兩隊啊，相差兩球啊！呢個第二球咧，對兩隊感覺都爭好遠啊！落後嗰隊慘啦，好大壓力啊，要追多球啊！領先嗰隊望住想入第三球。洛迪古斯、韋蘇，個波而家喺夏薩特度，夏薩特浪高呢個波，越咗圍啦！喺我哋呢度睇咧，我真係覺得好似冇乜越圍嘅。不過我信旁證嘅，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韋素、碧咸、洛迪古斯，個波而家喺夏薩特度，軒達臣。艾舒福特身形占优啊！嗱，呢个进攻啊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！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。佢哋嘅防守啊真系冇得弹啊！过到啦，过到啦！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碧咸。浪高个波，有机会射啊！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哇！胜负已分啊！好清脆嘅射门啊！嗱，呢球帮佢示范俾你睇啦，窝里抽射唔系话净系靠大力嘅，仲要咧系攞个波攞得准个准程度啊！第三个入波，今场波个最佳球员都怕只系佢啦啩。我谂后防见到佢都惊啊！成场波都俾佢压住嚟踢嘅，完全冇得唞啊！3-0啦，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，交咗脚靓波啊，差些少就系一个完美嘅传送啦！再换多个人，我呢度换人好啱，因为我睇佢咧都冇咩体力噶啦，呢个时候如果继续踢咧，盏搞嘅啫。攞到個界外球，華美倫，
球证睇一个标之后就吹鸡完场啦，完全冇得打，一面倒啊！呢场波，点咩？俾翻两句评语啊！呢场波赢得好睇嘅地方咧，就系佢哋开头咧都有啲处劣势嘅，但系去到最后一刻，佢都能够保持住咧一球不失，呢样嘢最值得开心。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喂，今日多谢晒 Keyman 啦吓，客咩气啊？